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探险——黄金城秘宝。这下船没了怎么办呢？哇，打不穿！哦，啊，怎么露出头啊？借我过啊！自从上一次拿榴弹枪吃亏之后，我就很害怕榴弹枪，太少了，三发而已。这里是，宝藏。How does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 See those scorch marks? Uh-huh. Somebody packed this place with enough gunpowder to blow it wide open. Ooh. Watch where you step. Some of these boards are really falling. Elena! I can't hold on! Give me your other hand! You've got to let it go! Damn it!还好，这样秘密就不会被揭露出去了。在这种时候这样想会不会很坏？ Okay. Oh shit! It's okay. Come on. Come on.这里没有敌人吗？就不太妙啊，这里。居然是安全的，意外。有。He's over there. 这没有地方可以躲。
点麻烦。这个是浣熊，你长得太难看了吧。这把枪真的太棒了，刚好打完，逆流而上。This river ought to take us right up to the monastery.没有手枪，身上 M4 要剩下不多子弹，好吧，算了，不捡，赌一下。好奇耶，这个操作好紧张，一看的驾驶方式不一样就算了，这水还会影响我的方向。哇，快点啊，你的榴弹枪嘞。和尚到处放油桶，你放太多啊。
开门，没有打死，还是运气爽。榴弹枪，轰！哇哦，危险！开都开不起，我天！有点多，枪林弹雨，快，差一点，差一点啊！我觉得人太多了。Hello， 砸上去了，这样闯的太不容易。几个人，可是他们枪法比刚刚的还要好，人数差不多哎。看来我们到了。收听到，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